要去那个吗？要去别人？他听得到吗？他会不会听到？这样，他听到就会知道。林莎离我们很近吗？啊？林莎离我们近吗？在旁边。哦，在隔壁而已、哦。我们要去那个151。我觉得151，他应该会准备好了吧？这隔音，这没什么隔音。他们去的时候，他妆发好，完妆，超高。坐你们，怎么啦？怎么啦？怎么啦？你深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。哎、欸，你真的要锁下面？我对了，你看，还好我们教你。你看，你看，你下面是开的耶。我们两个，我们先拿着。哎、欸，你知道，我们刚刚，你等等，你看一下我们是怎么进来的。你这个，你把它用坏了。你把它用坏了。没有啦。你没有扣到这个啦，是吗？我这样扣不是扣，不是扣这个，你要扣。哎，让哥哥教你，你要扣这个，你要扣这个，你这个要扣这个拉链，不是扣那个。你说这个扣这个洞，要扣这个洞，然后这边有一个，哦，这边的拉链也要扣起来，这样。三个拉链的洞你要扣起来，它拉链才不能拉，不然你这样子它会拉开来，人家就会跑进来了。就会重新下面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看，你看看那个。他跑进来，我给你看一下，我们爬进来，超厚，超，其实要看你爬比较好。然后我爬，我们两个是接连爬进来，真的很好笑，超荒谬。我拍给你看，而且你补拍一下，我补拍，我用这个镜头，超荒谬。你干嘛？我们刚刚是这样子哦，就想说怎么办？然后青云在洗澡，青云在洗澡，好，那我们爬进去。青云在洗澡，又听到声音了。我们爬进去，我们两个是这样，对，一路。前进，而且是一路哦，一路就往前。最蠢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本来走上很小声小声，然后你突然间要讲话，然后说外面你们在干嘛？他就瞬间他要躲起来这样子。我说你这样子还是看得到。你哪里躲起来了？太紧张，你躲在哪里了？你这个猫只有脸，对，塞在那里，好紧张。猫也是，他就想把自己埋起来。而且151，好累，这图集。哎，我们这图集这么辛苦，应该可以做一集耶，吼。嗯。151。等一下，我们先看它旁边，会有剪影呢。帐篷旁边有剪影呢，你看，那个有剪影。什么东西？是不是看剪影有没有？看林莎有没有可能在换？他说他要泡澡。水管的声音，他在放水吗？他是不是在泡澡？林莎在泡澡。他这个没有锁，他没锁，他不会。他有锁啊，他锁起来，然后走。没有，还少锁一个。三个，我们两个。你先看。我先藏一下东西。好，你先爬进去。嘘嘘嘘。你们照顾一下哥哥好不好？你们两个自己进去了，我可不可以进去？我可以进去吗？我可以哈。
我不当摄影师。不过以前啊，那种男生玩会很无聊的游戏有没有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把他所有衣服都收走。出来呀！我的衣服啊，怎么办？叫伯父。不会，现在很冷呢。现在洗完泡完澡很热哎，泡完澡就会觉得啊，别怕呀。那我们制造一些声音，看到会不会听到？谁？我要出去！太恐怖！在干嘛？哇，好精彩，好精彩！我们这样。什么事？真是！哈哈哈哈哈！救我！救我！你这个坏男人！哎，怎么？快把他拉起来！假装你也来过，不能有留下痕迹。不能拍了，等一下。没有，就是奇怪，怎么那么大声？很大声吗？没有衣服吧？啊！大哥，没啦！我不敢。你是不是没有衣服？我没有穿衣服啊！哇塞！怎么办呢？我不是有锁吗？你确定你有锁？我有锁啊。那你看一下这是什么？他没有，他没有。我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他是不是没穿？你看。哎、欸，他打开门了、欸，你等我看。哎、欸，你现在我们可以看吗？哦，花花进去看、哦。不行啊，我没有穿哎、欸。哦哦。哎、欸，他像刚君君那样。他像君君刚那样。我不能看，你们看呐、啊，我不行呐、啊。你们看这两个女生，真的，这两个女生太好笑了。你没有这两个女生，你们看外面。谁在敲门？我们在里面已经待了20分钟了。真的，你都没有警觉？没有发现。而且你自备那个香氛灯哦。没有啊，那是那里面的。嘿，你们太可怕了吧！哇，洗澡洗得很舒服。哇，我们看到听到了，你还在里面拨水。花花想借厕所。我想借厕所。可以啊，你要不要洗？现在吗？现在吗？你说一起洗啊，一起洗。那你要带 GoPro 进来拍吗？不会，我用我的眼睛记录。好哦，我先洗澡。我们再看看他洗澡。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真好笑哎，你们。好热哦，好累哦。拉好，你要帮他拉好，帮他拉好，不然等一下有。有人进去。对。班姐已经看到你们没，还有一个洞啦！你们是不会啊？好累，好累。嗯，哎，你们我们突击两边很累。对。